警方在尖沙咀拘捕四个男人涉嫌企图爆窃，其中一个疑犯黑布蒙头，由警员带去中间道在一架私家车旁边调查，之后带上警车。消息话下昼近一点，四个男人在弥敦道重庆大厦购物商场一间钟表店外面怀疑企图爆窃，警员接报到场拉了四个人。